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在感应篇汇编里面看到他引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愿，第一愿是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具足智慧，永保寿命。无有终尽。第二愿，具足修行，立生死法，一切灾毒不害其命。这个两条介绍过了，这后面还有两愿，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，寿命自在，能随意住。第四愿是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，常住命根，勇猛精进，入佛智慧。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后面的两愿。这个四愿，我们说过，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。问题是能不能求得呢？佛家有一句话说，佛是门中，有求必应。如果这个四愿要求不到，这佛是门中，有求必应这一句话就有了问题了。那是虚狂语，不是真实语。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，所说的句句话都是实话。问题在我们求不得，这个世间八苦里头有求不得苦啊。为什么求不得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你所求的不合理不合法，不甚发心，所以你求才得不到啊！求于愿违也。如果果然是如理如法，没有一样啊，求不得。求做佛都能够求得，这个寺院要跟成佛来相比，这个太小了，就小事一桩了。所以是确确实实可以求得的。昨天我们也说过，祈求基本的原则是发菩提心，只要菩提心发了，这个四愿就有求必应。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，这个四愿就很难求得。所以发菩提心重要啊。无量寿经诸位常常念，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上中下三辈末后一段
是讲修学其他法门的，也发愿回向求生净土。这个四大论佛教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是总原则，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心行要与这八个字相应，你就有把握往生。与这八个字相违背，就不能往生了。在念佛堂念佛，我们现在的念佛堂是24小时不中断的，一年到头不中断的，做到了一向专念。能不能往生呢？看他发不发菩提心。如果不能发菩提心，还是不能往生。一天24小时也不能往生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，因为你只做到一项专念呢，你没有发菩提心呢。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。发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，一向专念是缘，因缘具足，这决定的生净土。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，不能够错会佛的意思。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，彻底觉悟的心。觉悟的心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讲到最浅显的，我们自己能够体会能够落实的，起心动念随顺佛陀的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的意思，把自己的意思放下，一切依佛教诲，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样子。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去做；教我们不可做的，我们连念头都不可以生。这是菩提心的样子。昨天晚上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第13愿里面看到光明无量愿呢，我们也讲得相当详细。实在说呢，我们还是为了进度的关系，不能再多讲了。而经文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，我们要能体会，要知道怎样去学习。善法一定要修修善最圆满的善法，是往生净土。真正希求往生净土，
必须要把往生净土所有一切障碍放下。待业往生呢，不是说带了这些障碍你能往生啊，那不可能的。古大德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只可以带旧业，不可以带现行的。没学佛之前那造的业，自己愚昧无知嘛。学佛以后再造业，那就没有办法带了。学佛之后要听佛的话，改过自新，一切为佛法久住世间，常言所说的正法久住啊，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所以究竟彻悟是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是真正彻底觉悟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真正离苦得乐了。三界十法界的苦要统统离了，得究竟乐。这个是世尊弥陀一切诸佛在经论里头教导我们的。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菩萨教诲的苦心，真正明白了依教奉行，这寺院就不难了。这个第三愿讲的不是愿佛菩萨，是愿一切众生的，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，具足成就无病恼身。我们今天身体不好，有病有烦恼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生当中没有病痛没有烦恼寿命自在，能随意住，随意住就是你在这个世间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寿命自在，想走就走，想住就住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我们在高僧传里面，在居士传里头，善女人传里面确实见到他寿命到了，他还不想走，还想多住几年为众生呢多做一点事情，行，没有问题注解楞严经正脉的焦光法师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给阿弥陀佛请假，他说希望呢在这个世间再多住几年，楞严经自古以来这个注解都不圆满他要给楞严经再做个注解，做完之后再往生阿弥陀佛就同意了佛就走了，他就留下来给楞严经做一部注子
这个说明啊，寿命随意也。有这种功夫的人，不止教光法师一人呐。啊，历代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很多这样的人。可是这样的人住在世间，实在上讲呢，只有这么一桩事情，啊，帮助正法救助，像教光就是帮助正法救助，广度众生，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他不是为自己。他没有自己，所以他能够居足成就，无病无恼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病痛、烦恼，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私心才有的。有我吧，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执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是我，啊，起心动念，我要怎样怎样。啊，我的意思是怎样怎样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啊，你有我，你就会有病，你就会有烦恼，你就会有痛苦，啊，佛法修行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无论是哪个宗派，《金刚经》上总纲领说得很好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啊，什么是菩萨呢？菩萨是明白人，是修行人。不明白就迷惑颠倒啊，不修行就造业。古圣先贤做出菩萨的样子给我们看了，啊，近代出家人，啊，宗门的虚云老和尚，啊，净土宗的印光大师，他们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，什么样子呢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啊，你仔细观察，他们充满了智慧。啊，在家的居士。世心菩萨像的也不少啊，注解《金刚经》讲义，姜维能居士，啊，他们这一流的人物，在台湾，我们亲眼见到的李炳南老居士。都是示现一个明白人、修行人的好样子啊！他们住世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，
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一生就干这么一桩事情。所以真正是协助正法久住世间啊，没有一丝毫的私心，没有一丝毫的自利，那是真正的菩萨心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跟这个经上所讲的相应啊，他为什么不多住几年呢？明白人、修行人住在这个世间，不是自己意思，完全是缘分。有缘就多住一段时期，没有缘就走了。缘是什么呢？缘是众生呢，愿不愿意跟他学？有人跟他学，他就得住世。佛师门中不舍一人，没有人跟他学，他住世没有必要，他就走了。也许你会说，想跟他学的人很多啊。从表面上看，没错，是很多。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？阳奉阴违的人很多，那些人不算呐。表面上好像跟菩萨学习，跟善知识学习，实际上呢，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善知识佛菩萨所教的完全相违背。所以他就没有住世的必要了嘛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，示现入般涅盘，也是这么一桩事情啊。佛说得好啊，应得度者都已经得度了。那没有得度的，看而后的因缘了，现在的缘不成熟，他就走了。佛菩萨住世不住世，住世时间长短，都看我们学习的态度是不是认真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想一想，我们是被佛菩萨看中了，还是被佛菩萨遗弃了呢？我说这个话不太好听啊，我们自己不肯学习，佛菩萨对我们无可奈何。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谁也不能干涉谁。古时候，父母老师可以勉强子女，现在不行啊，现在勉强犯法。所以佛菩萨住世，世界因缘如是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
所以依教奉行，确确实实可以得无病无恼。因为病从哪里生的？我们现在晓得，你感染病毒啊，但是大家不晓得，最严重的病毒，佛家讲的三毒：贪嗔痴。我们里面有贪嗔痴，才会感染外面的病毒。里面没有贪嗔痴，外面什么样的病毒你也不会感染。现在医学里面讲免疫的能力，免疫的系统，佛家讲真正的免疫是断贪嗔痴，心地清净平等住，这是真正能够免疫。心地大慈大悲，能解毒啊。所以确确实实可以成就无病无恼啊，寿命自在啊。下面一愿说呢，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啊。如何能够得不老？这个也是大家所祈求的，都希望青春永驻啊。怎么样能够不老？人好像都会老啊。我们要晓得老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分别执着，你有执着你就会生病，你有分别你就会衰老。对于世间一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不会生病，你也不会衰老，至少这个衰老的现象会减缓。也就是我们讲老化很慢啊。分别执着严重的人老化就很快，速度就快。如果完全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老化就终止了啊，真的不会再老化。老化衰老的现象尚且没有，他怎么会生病呢？生病的根源有三种啊，一种是生理上的，所以是病从口入啊，你吃东西不小心，穿衣服不小心，感染风寒，生理上的疾病。第二种是冤业病，多半是杀生害命啊，这些冤魂找你报复你啊，冤鬼附身啊，都是你的冤家对头啊。这一类病必须要调解，对方同意你的调节了，离开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三昧水忏、误打过失得的人面疮是属于这一类的。第三一类呀，比较麻烦，续业病，过去生中
或者是现在这一世造作的罪业太多了啊，所以他这个病既不是这个饮食感染，也不是冤家对头啊，是自己造作罪业的果报。这种果报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一般讲就是属于老人痴呆，是属于这类的。我们见过很多啊，多半都是富贵人家，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，得到这个病了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他一口气没断啊，需要多少人来照顾他，来伺候他，那是他的福报啊！啊，他躺在床上享福啊，甚至于连自己儿女都不认识啊，一口气不断。我们一看晓得，这是业障病。有没有救呢？有救，忏悔，忏除业障啊，这个病就会好了啊。但是他们不相信，他不知道忏悔 啊，家人也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帮不上忙。明白这些道理，消除业障，不给众生结怨仇啊，生活起居着重卫生，就可以不老不病啊。你有强健的身体，你才有能力去办道，勇猛精进啊。体力衰退了，想精进已经不行了，那个时候就迟了啊。所以自古以来修行功夫最得力的是什么时候？少壮之时啊。我们看六祖坛经，慧能大师得道24岁，有的是体力啊，净念佛堂念个7天7夜，若无其事，有体力吗？啊，70-80进念佛堂几个小时就不行，就受不了了，想精进也没办法。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，然后才知道应该怎样去修学啊，怎么去做。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四愿，我们通通都可以得到啊，决定不是狂语，不是妄语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